耶！那既然现在我们要坐船了，我还是没有数过，因为这里没有 WiFi 和所以手里也上不到 video， 所以我也是没有 check 到，而且我也忘记了。我这是这次是我人生中第几次坐船，上一次的我也不知道。OK， 我们是坐 bad 这个船，这艘船好像是我们那天，不是啊。OK， 好像这艘船也是我们那天。昨天啊，不是那天，就是昨天坐来的船。哎，别烧船。OK， 每个人都要回家了。自己回家，妈咪不要你啊，反正你这么忙。妈咪真的要我啊？你有骗我们吗？我坐这边啊，我跟你。啊，你跟妈咪坐这里。OK， 坐回同样位置。好像是同艘船哦，这个是啊，我忘记哦，好像是同，哎。好像是同艘船来的，很像哦，全部都一样。OK， 我带好救生衣了。下面那边不用绑啊？下面不用啊。啊，你看，好像方向盘也一样哦，也是那个海盗的那个。好像是同艘船来的。是吗？同一艘吗？啊，同一艘，很像。大家坐在同样位置。自然。自然。OK。那个是宝丽龙，什么龙最长寿？宝丽龙就是这个。OK。OK。啊，没这个没有位置坐呀。OK， 我们要走了。哎，没有帮他穿的。OK， 大姐，我们要出海了。看到我们的家在那边。哦。OK。明天有叫回学校，虽然现在这个时候呢，他们还在上课啦，快要放学了。这个时候11点多样子，到12点，他们还在上课着啦。现在我的学校，所以今天，行，拜拜，西班牙岛。哇哦。要回去哦。刚刚政府大楼跟那个雅雅山沙巴，还有一艘货船拉地吼。拜拜，是邦加岛。呀，刚才有浪波进来哟。哎，怎么？啊？怎么？哦，刚才有水喷进来，你看。这样我不行啊！快点开！快点开！哇，很晕哦！不要！很晕哦，你看，那说是浪哦。哇，刚才腰哎。哎，水喽！之前就是很刺激哦。刚才有疏导的感觉。哇！你看，腰哦。今天比较多浪吧，你看，明天。喂，哇，还在继续，往前跑，哇 ，professional， 看啊，比较高那个是政府大楼，然后比较矮的是雅雅山沙拜的，沙亚岛。Cruise ship， 我看到哦，来自挪威的，在那边哦，哇，竟然停在那边哦，竟然现在有 cruise 来哦，你看，哇，你看，哇，还在喷着烟呢，然后现在经过 SICC， 你看 SICC， 然后那个哇。Oh my god!
每天我都没有注意到，因为每天我就是去了学校，放学了，然后就补习老师载我，去了补习就接回家，根本就没有经过海，所以，每天在海的事情我都不知道有什么哈。今天是第一次看到海上有游人，没有啦，其实以前一年级，来苏亚沙巴的时候，我是有看过游人呐，刚刚搬来亚庇的时候，哇。轮哦 ，cruise ship， 游轮。哇，你看，很大，扫一下哦。哇，你看那个很大扫。哇，大家，在那边哦，很壮观一下、哦、那个游轮。哇，很大扫，很长哦，你看。哇。壮观哦！哇，你看有别的 people 啊，给，不用，开始变得很大浪了。哇 ，OK， 大家，对，现在快要到了，那里是吗？啊，那边，刚有水泼进来耶，从。第二个跟那边右边，哇哇哇，越荡啊！哇，我们跟飞机比赛 ，machine， 我们比赛，还不用紧啊，一定飞机赢定了，你看，还能飞哦，一定啊，飞机赢定。我们沙巴图书馆看到没有？今年三月，谢老师带我们去的那图书馆，那个来的。到了 ，Let's go。黑白纹哦，你看，哦、黑白纹哦，只是我是黑白纹来的，耶，靠岸了，耶 ，OK， 整艘船都是我们自己的人吧哦，没有别人哦，这一次，对，你先让我上，这样我才拉得到，拎小兰，走了，对对，拎，拎，哇，那你过来给你跳下去，不。哇 ，finally 大家 ，OK， 今天我们就坐船回来了 ，OK， 我们下个影片再见。哎，不就是那天坐的东西，很像我记得那号码的 ，OK， 所以下个影片再见，拜拜。好彩这一次没晕船，浪也没有这么大 ，OK， 拜拜。